应该就是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吃一顿不管你什么时候起来的第一餐，然后拥有风光明媚的天气，你可以出去走走，或者是待在家里面，反正一天悠悠闲闲，做什么事情都慢慢来，这对我来说就是完美的一天。对我来说，人生最向往的陪伴就是有点近，但是又不会太近的距离。所有的陪伴都还是要保有自己的空间、自己的时间，还有属于一个人的 me time。 不管你是一个人或是很多人，是人跟人之间或者人跟宠物之间，都包含有说你存在而我感受得到就好，不是刻意一定要做一些什么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陪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朝2019 8月号封面人物赖雅妍 Mint， 我最潮。